第35题 ,AB 两车的运动情形如右图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从图上看出来， B 是一条水平线，表它做的是一个等速度运动， A 是一条斜直线，表它做的是一个等加速度运动，所以 A 说两个都做等加速度运动是错的。我们因为一个是等速度，一个是等加速度，虽然不可能有加速度一样，所以 B 选项说它们加速度相同也会是错的。然后呢 ,VT 图的直线代表加速度，面积代表位移。我们在4秒的时候，它们的位移中间面积差了这一块，所以它们的位移并没有相同。所以他们说 C 说第4秒的时候两车位移相同也是错的。那么图上看到我们的4秒钟的时候，我们的速度都是 10, 所以我们的速度是一样的，所以猪选项是对的。所以第35题问我们说 ,AB 两车的运动情形如右图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，第4秒时两车速度相同。